春眠是挥霍，怎样我就想冷眼的等，一天想冷心。来，2022，国历新年呢、啊，好不好？那、啊、真正大家放假的是农历新年嘛？来，恭喜2022到来。我想一下要干嘛？嘿，是因为这练他跟练我很像啊，我就。就赶快演示啊！等一下看可不可以抽。送能得能得能得为什么怕啊要2700哦好重点先给你们好不好我觉得观众现在一进来最想要知道的事情哦，还是新兵战力，我让你们看一下，因为这只刚好最近讲的那个升天使的，要不要？好，我们先讲这个。啊？可是新兵战力已经讲过了呢，怎么办？要不然我们自己先讲那个另外一个战令好了。一起把它给结束掉，好不好？那另外一个战令叫做活跃战啊，荣耀战令啊呢？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好像蛮喜欢战令这种东西的啦，还有觉得还是讲一讲比较好。我家角色啊。